些来到媒体中心，我们可以以你现在的心情再分享你自己的得奖感言吗？中间台序提起。非常感谢，现在心里面就真的只有感谢的心情，对对对。然后谢谢金曲奖给我这么大的肯定，这次的新人算是就是大家实力都非常的厉害，然后我自己觉得可以跟他们一起入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，然后私底下大家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所以其实对不起，我先拿这个奖，然后我讲这句话可能不太适合，可是真的我一直在想的是来金曲奖最重要的是不是取胜，是参与这件事，然后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胜利，对，而是奋斗，然后谢谢金曲奖就是把这个奖颁给我，但其实这个奖我觉得是属于我们每一位新人的，因为他们都跟我一样，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辛苦的，然后靠自己用一些比较少的资源在支撑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在这条道路上面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去追求卓越这件事情，所以谢谢金曲奖这样的殿堂，谢谢。恭喜谢振廷，那请问媒体朋友有问题想请教谢振廷吗？没有的话，谢振廷，待会你还有两个奖要开哦，祝你好运，好不好？谢谢这边请，谢谢，谢谢，婷婷现场的声音。